经过一段时间再留给呢啊这个历史人做一个裁判。那么也因为呢这个毛老师的这个经验文章真的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个俄虎到目前为止呢啊，那么对一般的那个稿件呢啊，这个消化的速度就相对的减慢啊，一定是我们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高峰。所以在我们这些学生啊，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直方运动打击莲花爸啊。所以他们的第二代现在的编辑方向有点改变，现在黑白机的那些作者讲，所以以后不那么严厉的来骂李登辉了哈，整个都在变了，这个方向变了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编辑的费用？你出版书啊，我想也许会，也许不会了哈，我想大概还不至于了哈，至少李国瑞先生也知弟子里被磨先哈，那所以我是想这个赶快啊，连天他不愿意这样，连天说我来印。我来做编辑会，但是其他问题你们通通解决，所以我们应该来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大概我刚才听给他的同意的一个文件给林京，然后有一个人出来啊，我觉得戴建章是很合适，但是他不在呀，你不能假借他的名义啊，所以看今天是不是去认为降法，那降法的话就是也不是不做啊，但是当做这个第二，我们眼前呢、啊，所以各位看，说这个编辑委员、编辑顾问、执行编辑，今天在这里讨论李登辉堂的下榻，那么是不是可以委托几位先生，那么重新来思考过这个问题，重新思考就是说，看编辑委员啊、编辑顾问还有执行编辑。因为执行编辑他还有一些很实际的事务嘛，那么编辑顾问啊，还有编辑委员，那么这里头的召集人，还有这里头的实际的事情怎么参与，怎么去处理，我想这个问题是在程序上是不是经过这样是比较恰当的？因为就我所知，我也不知道这个程序是怎么，就说现在好像已经起步走，而且走了很久了，我们都不知道。那么我想在程序上。这是不是这样会比较周延一点，免得事后我想有一些我们一样是老师的学生们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看法的话，那么现在如果放在心里也不太好，我是觉得这一点是在程序上是不是这样会编了很多这个用纸张还是用最好的，花国家非常多的钱，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可以请李登辉教授回去争取看看。文教授没那么多钱嘛。因为你编了很多用铜版纸的那个书信呢，各方面。因为这个是36册啊，我一年经费有多少？36册拿了印，其他的同仁都骂死，我们已经被人家贴标签了，就变成新儒家的大本营了。那假使是这样贴标签的话，那么我们也要考虑一下，就是召集人是不是一定要带签的？有这样的话，会不会给人造成麻烦？他自己的事情啊，他是个人的。我想像这些事情可以重新考虑这样。这两个东西还没有，就是两个碑还没有立起来，它碑立起来等于说它全部就完工。那这个碑的立需要等到天气好啊，因为它非常重，它也不能有那个机器上来，所以它完全要人力。所以它下雨天啊，它太滑啊，它可能没有办法把它安装上去，可能会有危险。所以在碑的部分，它等天气好，它会来看到它搭鹰架的部分啊，它这个地方还没有粉刷完了，那接下来它就是要做一种表面装修处理，叫展石子。啊，展石子，它展石子，它展起来呢，它就跟我们现在看到的花岗岩的感觉啊很像，啊，就是以前仿花岗岩的一种做法，啊，那这个展石子的工程预计，它如果天气好，2个礼拜之内就可以做完，啊，那目前为什么它没有办法进行？它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呢？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墙壁现在都是湿湿的、潮潮的，有那个水的。天气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2个礼拜之内就把它完工。那最后还有一个工程是比较容易的。就是我们在看到那里一片这个好了以后啊，大概是2个礼拜到3个礼拜就可以完工的，这样子，这样跟大家报告在这个地方。那如果关于这个施工的品质上面，或是有些地方大家还不是很清楚的话，大家可以请教我，我也很乐意跟大家做报告。那边是品相啊，那个品相人家是就是怎么样的？这个他们那个有没有那种琉璃瓦？我们那个气质跟现在是大不相同的。那边的墙也是没有东没有这个墙来的吧？这一块将来它会安立在这里。啊，三角那还有这个地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
你看哈，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住区里面哈，只有这棵树。对啊，我就说啊，我们就这棵树啊。其实我觉得最宝贵的是。对对，那时候我们很高兴有这棵树，那时候现在把那个那棵树旁边再做一些抗遮。我们现在就请那个墓园的邱先生帮助对话。同居啊，同居。先把旁边那个围墙哈，围墙的部分啊，是把它那个粉刷起来，变成平，因为现在不能做人，它是一个像矮台子一样。那实际上到夏天哈，它这边有个树有树荫啊，那你可以有些人就可以坐在那边啊休息啊乘凉或乘凉，它有这样子的空间，在墙内跟墙外，啊在外面跟里面。现在跟他讲要弄好。有我跟他讲过，他要做。要做，我那时候也是跟他要求是要做一点，把那棵树做一下，那我们可以在外面做。所以刚才那个老杨说在哪一个可以砍，说标准的。他说到底是哪一排？那这个是你找一棵树，就直接走在上面。